右上飞左下，是还行吧，比较居中的一条航线啊。嗯，可能去这个大小店会更远一点，包括 Muta。 没错， I7 是直接回家 S 城。那 Y 城方向呢是有 FM 跟 CCG 可以在 Y 城的警局法院那边去拿车，那边有个过刷的吉普。嗯，再往前走一点点，问题不大，整体在像这个养老院啊，包括 L 港啊，可以慢慢的进行分搜。是的，确实没什么太多初期的冲突了，那就进入到一个运营阶段啊。嗯。嘿嘿，这几兄弟现在大家也是比较关注啊，这几个人感觉很猛。哦 ，MG 今天好像是有这个女选手上场，是梁英上是吧 ？MG 梁英哦，是梁英上了。那看看看看英英的实力，好吧？是的。哎 ，RBS 上面去拉车，许生点了两枪。估计子弹也不是很多，因为 AK 在这种距离当中扫车，而且又是机瞄的话，难度有点偏高啊。嗯，是的。初期圈一给了一个南北的阴阳圈啊。嗯，是的。那得看一下了，因为其实两边面积差不多的，他也回切的可能性也挺大的。就是龙脊山圈，我们之前一直看到。这样天霸甲车库四合院应该是不太会容易放掉。嗯，肯定啊，这个位置也太爽了。是的，守的会比较死一点。嗯，比较熟悉的地盘吧，算是他们。没错。这个五五六的标配啊 ，AUG 配 MK 一二。嗯。现在没有人不用 AUG 吧？哈哈。真猛啊，这个枪！有它，它的选择率肯定很高。但七五五肯定不用。七五五 AK 啊？对啊，七五五肯定不用啊。是的。你刚刚说没有人不用，突然想到这个人，我觉得他现在还是比较钟情于 AK 的。你看，基本上切到他的画面之前，都是 AK 啊。没错。AK King。没错，他 AK 的效率确实是要比他打别的枪线效率来的高很多。哎，是。只是枪械熟练度比较高，刻了他的名字，是把 AK 刻进了血液里。哦，你看天霸的站位把泡泡一个人放在了四合院，然后另外三兄弟的话这个时候再回到了下城区。嗯，得搜得搜。嗯，现在对天霸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现在 DDT 他不跳医院了。对，这把就打得很舒服，就是在后置位上，就是 DDT 的节奏呢，不会像之前一样在跳医院当中会那么快。是的。好，看到 MNG 啊，英英的视角。不过他们这一局的话，这个机场在机场，然后打这个圈其实是有点难度的，过路太过于拥挤了，这对手周围一圈全是人。没错。主要是现在是一个阴阳圈，如果给个北圈的话，其实只能想点法子去找架的。没错。他们这个顺位在一圈是没办法去北边的，嗯、慢慢走吧。主要是的，而且主要是这个打架节奏的话，其实慢打也有空间。嗯 ，RBS 同样跟天霸都是在一圈的中心点，作为原住民来说，四合院如果说拿不到呢，可以在北边这一片的防区以及山体高点信息都去拿一点。嗯，他们也不着急，对吧？这个圈万一往北边切，他们也依旧是第一顺位。是，不用着急。而且上城区的物资啊是比较肥的，嗯，差不多吧，阴阳啊，阴阳圈型就这样去占了，也不用贪。反正桥附近的话，就是天霸和 RBS 的管辖范围内了啊，嗯、原住民。好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平稳的圈型了啊！没错，而且
一圈没有太多的打架，都没有掉人，其实是的，其实没有掉人，但我感觉可能有掉线，应该是之前应该给的是 Nova 的吧，嗯，还是谁，应该是掉了一个，是的，那问题也不是很大，文笔是赶紧动圈，5分40秒左右上车，哎，行进方向可以在北边土路以及加油站附近去扩开自己的这个阵型，嗯，但靠中心的话会一会儿会碰到天路，是的，他其实想往那个甲出库方向去走的，没错，这个时间节点过去的话已经6分多钟了啊，才在圈的一个边缘，所以应该是不着急的，要探一下前点信息，嗯，拿队友练练育苗吗，王鹏，哎，好像也很久没看到小鹏上场了，是现在天路也是南北都要，北边三房，嗯，南边甲车库以及水城，啊，水城这边单挂，其实是 KK 单挂了一个，对对，单挂一个，这个要当心啊，嗯，是的， KK 就在那附近啊， KK 一旦发现人他肯定是发起猛攻的，他不管，没错，除非是打法该冲就冲，而且水城这一片对于 KK 来说，你 P 城出来队伍他就应该是想要控这个桥了，嗯，背景都不是很好，是三背景，对啊，这个距离怎么那么穷啊，看这边台看到蚂蚁在爬，是的，这种就是这种就是无效抽把，抽着玩，对，抽着玩，凭感找找感觉，对吧？你这个距离又是低打高，无非在这个再直的弹道，这个也没有，这个距离也会坠吧？是的，是除非对方是真的是接子弹，接到了。是的，到了精英赛之后，大家会打得更加稳健。嗯，慢慢悠悠。前置位呢，比如说像厕所山以及筷子附近的防区都是被放空出来了，不过这一片的视野信息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那厕所山其实还不错，如果想要打延伸要往 PEP 要去走，是 MNG 也是想得很清楚啊，既然这么慢我把资源拉满，这个时候呢再靠西边走一走，一会儿出现如果北圈的话它可以往西边的这个就是桥过，有机会一点， 是看西边的信息，因为南部直径基本上不可能，你要跨河，别想了。啊，外城出来的就很肥啊。嗯。mini 装了个补偿，真奢侈。如果没看错，应该是个补偿啊。连土路全部拿完，等待二圈刷新。A K 人助力，看看75是不是 ？A K 配迷你，哥们玩的就是不吃配件，对，是吧？两把枪加，是的，他是背包，他不算这个，就是镜头，两把枪，4个洞洞眼，对的，太不吃，太不吃配件了。消炎器配件全给兄弟，那吃个三级包怎么了？是的，两套子弹嘛，对吧？没错，因为还要背点道具啊什么的。嗯。这边也是一个762+556的阵型组合 ，mini 配，M762，这个我估计因为是他们搜野区的关系，嗯，就是搜到什么枪用什么枪，就是双人 UG 好用，但其实也不是100%选手有了这把枪就一定会都选这把枪嘛，其实是这个道理，是的，对吧？大部分的选手在比例上来说呢，会选择 UG 会多一点，只是会有一些比较喜欢玩打近战，因为确实打贴脸762会更猛嘛。就而且每个人使用上手程度其实是不一样，也不能根据这个就是游戏说你这个墙就来的，对吧？是的，不一样的。哦 ，WTG，东东这边埋着了 NBK 啊，您对没有想到啊，这个时候电塔还埋了一个人。那其实东东埋掉您以后呢，还可以跟队友直接去那个甲车库汇合了，这个点直接放出来，因为千行给了一个左下切，没错，千。
给了个定性啊，对于 MNG 来说，虽然说被埋了一个，不过最起码这个圈呢，它不用大范围的去转移了。是的，王鹏也被零一给摸了。是啊，这个就是水神的问题啊。嗯，水神跟甲之库这边，那甲之库那边只剩七五五天路前点位的两个人已经是到达了四合院的位置。这边李逵点，双方都在争抢 ，FTG 并没有选择这个点，嗯、还要再往里面开。MNG 直接迈了一大步啊，踩到了 WCG 头上，但是一看，哎，下面李逵点没人。哎，是的。先把李逵点给拿了，然后再赶赶过路的像 FTG 啊之类的队伍。嗯。回回一直在找位置啊，找不，这些防区基本上都有人。那么在这个 G 港当中，天霸跟 DDT 是贴脸了啊。DDT 的选择是山上站人放两个去三仓吗？这样的话 Q 的要求就一个人玩了呀。嗯，天霸分踩得很开，但是他近点说实话来这片集装箱的队伍不少。哎，是的。哦，应该是 DDT 他选择去分踩那个双防，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嗯、结果去来到这集装箱了。那黑猪只能被迫把双方放了，因为一个人单踩这个点后续真的是顶不住，那这样的话不如上山跟队友会合。对，反正是掉的有点亏啊，不得了者掉到人堆里面了。嗯，机港两支队伍 RB 三支队伍 RBS RE7 以及天霸的分踩。这个时间点天霸也不太敢直接合，因为集装箱东边啊，就 I7 这边的枪线一旦集火的话很有可能车上就掉下来了。嗯，三个队伍，那其实现在天霸看上去也不太危险了，两支队伍会互相制衡。是的，而天霸两个人在三仓站着。嗯，嗯，这时间也不会过点，看接下来圈型怎么刷新吧。没错，比较极限的一个圈。那他是往这个甲之库走呢，还是往这个龙脊山走？嗯，反正现在龙脊山上两支队伍。是的。RBS 选择集体转移，转移的方向是哪里？双防吗？好像并不是。真的能冲过去吗？是双防吗？好像是的，哦、绕了一下，嗯，到点了，没被抽下来，不幸中的万幸啊！是的，赶紧地方啊！刚说完许生怎么回事？哦，这有可能是自己血量残啊，嗯，啊，就想抓紧跳车，结果这一血量太低的缘故，被补了。是的，圈已经出来了啊！圈给了一个正西切，没错。三仓外三仓为圈正中心 SDG， 没错。直接看到这个圈，医院的人也赶过来汇合一手，汇合一手，这个时候进行防守了。嗯，下个圈龙脊山大概率，虽然说有可能大概率会吃到切角啊，但是龙脊山后续还是会被排掉。是的，那天霸汇合的这部信息也是让 I7 给抓到。嗯，四个人先集合一手在，在集装箱。一起合力打一下过路的天路，天路现在要找山脚下了吧？嗯，对，他这个角度只能去找山脚下，他横穿不过去了。是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防区给天路去扎点，只能找个山脚下的坑待一待。嗯，基本上可以说没什么位置了啊。是，天马不着急。Norma 这个时候开车怎么冲呢？冲了过去。是。应该是冲到对方脸上，另一边 YBG 跟 WCG 在这个假车库当中。哦 ，Nova 绕了一圈，他去下城区了。哦，是的。真能开啊！他是飞铲。哦，飞铲，我就说怎么这么快？是的，飞铲。他一直找不到这，因为他冲的话，这个枪线早就开起来了啊。搞了个呼救器，昏过去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哎，呼救器在这种圈型当中确实是很有效果。嗯、对。他落点好好选啊。嗯，落点是选了医院。嗯，啊，那边
因为看到落伞之后，三兄弟跟 CCG 是一人一栋房子，这过点也不太好过呀。但是小童是在脚下，而另一边 MNG 已经被天路全员拿下。是的，确实不好打 MNG 从机场过来啊，本身很多空间都是挤出来的。755那边也被补了，没错。我这边打了很主动啊 ，CCG， 而另一边，GGC 想要去清理山头的 GSW， 这边又倒了一个，我低打高，打下来了，是的 ，Max 补了点，这个是95 K 啊，这个 X。打法也是很稳。听到枪声之后 ，KK 过来劝架了，就在自己的屁股后面。现在 GSW 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办法，未受敌，三面夹击，这怎么玩啊 ？GSW， 没错，自由只剩一滴血，而且四圈的位置是把龙脊山给排掉。现在三支队伍过来抢分，红威没办法，人太多了，全是枪线，还得继续打。是的 ，AK 那边把倒地的队友扶起来，然后再往前进攻。哎，而且我看到另外一支队伍 I7 在集中枪等了很久了，终于可以上山劝架了。I7 这个点真的要上来吗？天路也被淘汰。哦，他应该是望了一眼看这个圈型，不行不行，去不了，还不如去山脚下去反架。还有十几秒要缩圈了，太极限，不能打。对，没必要。直接站山脚下反卡一手，他们进圈路线就可以了。哎，没错。哦，这边零一被放倒。枪线的制衡，现在 KK 还剩两个。九 Max 那边是一滴血啊，赶紧回去打药。蓝圈就在这个屁股后面，这个四圈都是不太好扛的，正面没打过哦。GGC 嘎嘎冲、哦，嘎嘎冲啊，真的冲出来了呀，冲出来了，还是满编十个淘汰，他冲了十个淘汰。是的，现在把龙脊山的分全拿了。嗯，那这样下山，即便是下不去，这把也不亏。他补给一波，说不定看能不能补到雷吧。是，主要是原点枪线也能干扰他下山，很烦。没错。确实不太好下。好，另一边天霸应该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被 RBS 卡在了边缘，现在只剩零数。GGC 确实是很难下山啊，枪线实在是太多了。天霸我估计想的就是他想等后点的 I7 走了之后呢，他再去清理这个三房啊，这个双房。不得不说，你别说 RBS 这一手转移可以啊，很灵性，吃到了圈，主要是他就能反卡圈外的人，直接淘汰掉天霸。是的，这个强度上来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嗯，也有可能是被我们奶住的天霸。这个圈呢，对于天霸他的选点本身就推不了。对，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这种圈型三仓，就是机港那个三仓能推出来的，基本上没有。主要没想到这个圈型，他在圈三的时候给了一个西正西切，然后是一个外三仓为中心的点，我另一边还是另外一边嘛。I7 强行撞了 DDT， 还是麻木，麻木一滴血，高星也是一滴血，两人同时对位，但是原点的枪械，马美丽终结了高星。有没有机会扶人？先把自己一血打起来。哎呀，但是这个坑还会来人。是的 ，WCG 要来清，他知道你这边伤亡比较惨重。是的，而且在前期知道 DDT 少人的，想踩上来收分了，两颗集火雷，感觉不太好救啊，清理的很迅速。先往南边走了一点，是把下城区排掉了。
让 WCG 南边是完全空开 ，FM 是绕了一圈啊，他怎么拿到这个假数库的位置的？太秀了。嗯。而那边 RBS 的双方不在圈，后续要去进攻这个三仓，但是这个三仓的射击角度，枪线覆盖面还是比较多的，而且 RBS 只有三个人，在进攻效率其实不是很好，没有人逮住。阿美丽还在远点去限制 WCG 啊，但是因为枪线太多了，被顶下去了，站不起身啊。黄 K， 我还有一样像这种分析像闯关一样，是在极限闯关。是的。STG 把这个外三仓守得牢牢的，嗯，不允许任何一支队伍进来。是。哎呦，马卡巴卡，小山居拉，这甩了一枪啊！马上还剩五支队伍，十九个人。我这圈型没什么地方可以站啊。是的。也没得法。有位置的这种圈就是有位置的笑嘻嘻。哎，对，这圈确实防区优势会比较大一点。嗯，就基本上没有太大意外的一种圈型啊。嗯，包括我们看到几波撞击其实也没有撞成功的。没错。 STG 选择主动进攻，直接上二倍进击了。现在看到 Lash KK 啊，打了半血，经典灰灰直接看人头之物了，一顶啊，能顶住吗？顶不住啊，感觉。嗯。但是 WCG 的枪是一直在限制 STG。哎呦，三仓没弹了。是的，三仓出来太难受了。就 WCG 那个假之库、啊、拉出去的阵型，他不吃任何的压力。是，感觉 STG 这边想早一点把这里清干净啊，北边。哎呀，先抢这个山头。对，那 CCG 肯定要出手了。二打一，嗯，前面有个小的收集。CCG、皮克南他们已经拉了过来，打赢，还活三个人，能不能有机会扶 CCG 的大部队已经迈进？也不太好救啊。皮克南已经发现了 Piglet， 先把分数 K 掉。这难题给到 4M 嘛 ，4M 这个点是不在圈的。对。这在外面的话，但是现在刚刚 CCG 去管这个 STG， 他其实找到枪声的话，可以去摸一手医院背后 ，CCG 背后。三个人前顶，一个人看屁股啊，白龙马。嗯。WCG 这个抽卡角度真不错呀 ！WCG 场上优势最大的队伍，嗯，他有防区做支点，完全不怕。对 ，CCG 目前七个淘汰，只有倒了还能救，能救吗？哎、在石头后面 ，WM 也是开车直接顶了 CCG 近点，但是呢，周品言被车碾了，而且波波刚刚在转移的时候已经被放倒，来不及救。所以现在 4M 只剩两人、嗯、他能待的那个位置要吃到 WCG 那个假支库枪线，就是对的，最直接的就是这个假支库还有一个边缘赛圈，嗯，打得很难受啊，这个位置过去是的，这正面背面都是人，感基本上算是一个四v四的决赛圈了。哎，是的，幻神作为独狼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对 CCG 出手。嗯，是因为现在这个声音肯定是能够听到的，那等于说 CCG 在这个时间段的话要想办法把脚底的独狼给清掉，那 WCG 就可以趁这一段时间去铺自己的枪线阵型。嗯，哎，这个枪线覆盖面已经是 WCG 是优势了， CCG 花了重兵啊要去防守医院，知道有个独狼。哦，幻神来了，冲上去打了一个，打了两个，哦、还好能救啊。是，而且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WCG 补不了，那看萨萨近点，因为还要扶人，现在 CCG
实际想赶紧把这个阵型铺开啊，就要把对方锁在医院当中，这样的话梅花桩后续啊，这医院不在圈，随便打。来了，感觉这波萨塔即便是埋到不补掉的话，感觉也是于事无补，就没什么太大的效果。你必须得连打带补才有机会，哪怕是自己被打，这波一换一他都是赚的。WCG 这波的跑位并没有往 CCG 脸上去走，萨塔这波是没能埋到人，不过问题不大，这个点已经是起到作用，对方没有过来。还得再等一等了啊！是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四打四的决赛圈。同学呢，直接潜顶，好像没人盯。WCG 后点的东东，这个点的意义是什么呢？站得太远了。他在后点挂底波，帮架。我双方一打一换一。他看队友头顶。是的，没烦恼，正面顶住压力。这个男敲了一下。机会很大，已经三打一了，而且位置已经点出来。皮克南压在这个线边，应该没什么机会了。看看皮克南能不能转起来。哦，差一点，那没转倒，没转倒，其实就等于零。是。三打一。把前面位置排掉，顶上来高打击就问题不大了。好了，没问题啊，大吉大利，恭喜 WCG 在第一局里面拿到了16个淘汰吃鸡，这个有点夸张的，这个在这个艾伦格地图里面这个吃鸡数。没错，他们这把确实啊，在二圈就吃到一个大的回血，因为在初期强点当中啊，他们是要比这个 MNG 啊 FTG 啊都要来得快的，初期就抢占了那个双防跟甲之库，两边都选了。或许圈也给到了，然后南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啊。哎，是的，哇，这个确实，而且这个圈型的话，给到这个一开始它其实是等于是南北阴阳的时候，它最后往偏南部嘛，对吧？是的。一开始你以为可能有可能出一个这龙脊山圈，这个突然一下的话，第二个圈第三个圈型出来的时候，直接给了一个正西切，当时天霸那个分彩就完全废掉。是的。而且你想，当时很多队伍没有位置去踩的时候，基本上都来到了这个G港。RBS 呢是通过干脆我拼一波加一波提一波速，然后跑到那个双防，因为已经大家已经预判到接下来可能圈型一定会更早。